大家好，我是欢子，今天摘点橙子寄回去给我老妈吃，还有给我弟弟他们吃。这个也太小了，尝一下看喽，看好不好吃。这个小的，我们来尝尝这个超级小的。有点冰，对，甜还是蛮甜的，就这天气冷的太冰了。这个橙子鸡蛋大的那种其实是更甜的，冰糖橙就这样的，不像其他的橙子越大越好看啊，但我们是槟榔橙越小越好吃，越脆。这段时间特别忙，然后也没有跟家里面人寄橙子回去吃，现在轻松一点了，然后寄一个一两百斤回去给爸妈吃啊，还有弟弟妹妹亲戚朋友，先寄一两让他们尝尝，到时候回去的时候再带个几百斤回家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欢子TV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TV。